在从 museum 出来了，准备去走中央公园穿过去。最新开的都是报春花。太阳出来了，晚上就觉得暖和了。好多的 Canadian geese， 加拿大鹅，到处都有春天的感觉。谢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